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昨天没拍视频，今天补一下。今天立秋，买点现成的啊。我小侄就来吃川菜，今天是毛血旺加午餐肉。给媳妇整袋虾仁馅水饺，虾仁海参水饺，老大一份了，毛血旺，里面成干的乎的。完了，加点这个，小侄爱吃这玩意儿的。这怎么还在化着呢？这点饺子你说粘的，这大品牌呢还是？再给煮两个荷包蛋，有的说这小边下，你看我这开锅下的，这不多远溜啊？这点香菇给它做了，虾皮香菇。
嗯，叫香菇，扒香菇挺好啊。我大姐说的，嗯，我奶奶事儿完事儿的时候来，好像十号吧，十号。汤姆要你都吃啊，就吃菜了。你这鞋也不吃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那你要啥鞋棒啊？要水煮牛肉好吃多好啊！张嘴呢？张嘴吧，还等一会儿。你那能有多少了？吃饭不拍了，一会儿拍拍我。这姑娘特别醒了，姑娘，哎，这姑娘，嗯，快看看饿没？你别聊天了啊！我看她饿没？这姑娘，自己睡觉饿的嘎嘎的。这粉白粉白的，看我姑娘粉白。哎呀呀，这撑的！哎呀，这撑的。长大个儿姑娘啊，哎呀，饿了，张嘴了，张嘴。姑娘多好，多好，胖乎的，粉嘟的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呀。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哈气呢，姑娘。靠，姑娘，差一点都不行，嗷嗷直叫呢。这奶瓶塞嘴里就好。还早发点呢。嗯，看斜楞眼瞅我呢，我一说他斜楞眼呢，哎。大姑娘。哎呀呀。一下真有劲，你知道？哎呀，行了，吃奶粉，我这一口酒完事儿了，他俩都吃完了，来吧。来呀，昨晚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